多少奈何，恨过悲过，此时难再回头，一切由不得我，谁要这样一走，再没有黎明的黑暗中，谁会痴痴地继续爱奈何，恨过悲过，一切由不得我，由不得我。先这份礼物，你不会见笑？怎么会呢？我反而觉得这是个很别致的礼物呢。你刚才说我们孤儿院，你也是孤儿吗？对，我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的。那你的父母呢？我不知道。我从来没听你说过。因为潘杰是我的结拜兄弟，所以他母亲也就是我干妈。素美跟我说了，自从仁杰去世之后，你就一直在照顾他跟翠芬。你比他的亲儿子人好啊，对他还要亲呢。干妈她很疼我，所以我应该孝顺她。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还真是难得呢。对，齐阿姨，那约了其他人吗？对呀，我还约了一位，奇怪，怎么他现在还没来呢？大概他来了，嗯，我去开门啊。哎，田姐。你人比花娇一年比一年美丽。瞧你真会说话，请进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是我约建德一块去吃饭的。我以为今天晚上你就约我一个人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秦阿姨，我看我还是先走了。哎呀，只不过吃顿饭嘛，你不饿吗？我可是饿坏了。走。钱姐，你要是一定要拉他一块儿去，那我就不去了。你怎么了？你们两个有仇啊？我是看他不顺眼，他是好胜的走狗，不够资格跟我们同桌吃饭。彭少安，请你讲话放尊重点。跟你这种人，我用不着尊重。少安，你吃错药了，你怎么可以骂人呢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点面子都不给我吗？田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想扫你的兴，我是觉得这小子在你的身边是侮辱了你。你这么胡乱的说话，就是对我的侮辱。跟建德道歉。请问你找谁啊？请问潘先生在吗？在。好，请进。宋安医生，哎，人好兄。宋安医生，这么晚光临，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甭提了，昨天晚上我真是一肚子气呀。怎么
怎么回事啊？还不就是那郭建德吗？好，邵安兄，我们在书房谈吧。哎，走。邵安兄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想起来我就一肚子气，这郭建德居然当着那么多人面前当场给我难堪，你说往后我还要不要在这混下去吗？就算他不给我面子，也应该给你任豪兄面子吧，对不对？你说这气不气人吧？哼，说到这个郭建德，上次我买通了饭店的侍者做假口供，把他在法院上搞得大出洋相，执照都被吊销了一年呢。我以为这样子一定可以让他走投无路了，想不到半路杀出个好胜来，把他给弄到稻城去当总经理。这个姓郭的可是因祸得福啊。还有啊，我庞少安自认呢对付女人手段呢是绝对是很高强的，居然这郭建德小子比我还厉害，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法子，把这个前指啊哄得是像什么似的，居然跟他联合起来教训我。哎呀，我在这脂粉丛中啊纵横了这么多年，这次可真是阴沟里翻船了我。哎，别说是你呀，就是我的老婆，她都在打歪主意啊。真的。我是想到就气了，我本来是想给他两枪算了，免得他以后跟我作对。哎，任豪兄，杀了他你不怕坐牢吗？哎，租界里面的警察法官都是买通的，他们对我这个财神爷能怎么办？任豪兄，你还真有一套。话又说回来，我现在上海啊已经是有头有脸的做生意人了，就算我要想办法对付他，也得找个天衣无缝的办法。我们做事太张扬了，总是对我们自己不利嘛。所谓智者不取。任豪兄，你的雄才伟略真是让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啊，愿不愿意收我这个徒弟？好啊，什么时候拜师啊？前的人物，我看错他了。任豪，下了班以后早点回来。怎么，今天晚上有什么节目啊？嗯，以前杂志社的同事说要到家里面来，我想介绍你们认识。他们要采访我这个年轻成功的企业家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快上班去吧。好，我走了。小梅呀，啊，外公，外公，你要出来走走。你就叫我们一声嘛，自己一个人这样下来多危险呐！没有关系，我会走得很小心的。任豪呢？哦，他刚去上班了。小梅啊，任豪出去忙点什么你都很清楚吗？他事业上的事情我都不知道。外公，你不是告诉过我任豪事业上的事情我不要干涉比较好吗？是啊，我是这么说过，不过你要是有空你也可以常常帮帮他忙嘛，多一个人手总是比较好一点的啊。再说一人要是权力太大了，也很容易走错路都不会知道啊。外公，你是不是发现任豪有什么不对劲儿？哎，我就是有点说不上来，反正你平常也留意一点就是。
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。任豪兄，听说那艘伊丽莎伯号游轮明天就要转到大贸公司修理，是真的吗？是，我就是要利用这次的机会，把那个郭建德整得求天不应，哭地不灵，而且啊，很可能把郝胜在大贸的势力连根拔起。你说的我心里都痒痒的，什么妙计？这个办法很简单呢、啊，那就是栽赃。怎么栽吧？哎，对对，放到上面，小心点。哎，那个放好啊，这个东西抬到那边好了。来来来，好，等会儿去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乱走乱闯的。我是保险公司派来的，要到货仓检查一下。公司有没有证件？哦，有有有。没有骗你吧？啊，你里面检查了。谢谢啊。进来吧。哎，建德，刚刚保险公司派人来检查我们的货仓了。不可能，保险公司打电话来说明天才要来检查。明天？那就奇怪了，刚刚那个家伙明明说他是保险公司派来的，我还看过他证件呢。那是哪一间公司的？哪一间啊？我忘了。阿宝，再看货仓，他在不在？只要他在的话，就上来见我。好，这就去了。跟你们负责人说一下，我已经检查完了，没有问题。好好，再见啊。好，再见。慢走。哎，过来一下。刚刚保险公司的检查员呢？走了。走了？奇怪，他到底要搞什么？奇怪，怎么还不打电话来？再不打来，罗锦斯就下班了。不管，先斩后奏。现在有一个很可靠的线索，说有人借远洋游轮走私毒品，哎，他们把毒品就放在大贸船厂里面。啊，我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？这个事情说起来很复杂，这样子好了，我现在就过来跟你谈这件事。好好好，好，再见再见再见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月月啊，哎，我要喝水啊。要喝水，好，我去给你去拿去，你坐好。任豪啊，我已经照你的吩咐把那包毒品放在大贸的货仓，我在那箱子上画了记号，你快叫罗锦斯来捉人吧。你是谁啊？哎，老爷，茶来了。哦，没事，你去做你的事吧。啊，好。
仓库。我锦旗就要来抓人，难道是任浩跟别人串通好了，想害郭建德？糟了，给罗锦斯的红包忘了带。回头回头，我们先回家。喂，大王船长。哦，你是建德啊？我是。有什么事吗？建德，你赶快，你赶快到这个船厂里清查一下看看，有人把毒品放在你船厂里，想陷害你啊？什么？你当是谁？你先不要管我是谁啊。不会害你的，赶紧派人把仓库里毒品清除掉，那个箱子上会有记号啊！快说，要不然，哎，喂，你干什么？你放手！你放手！快跑！放手！要不然我更客气了。也好，大哥，这人做事这样卑鄙啊！你放手！我不，你别讲话！我塞！怎么了？同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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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清你的威严了，老爷。老爷怎么了？啊，老爷！老爷心脏病发作，赶快打电话找医生。哦，好。董事长，董事长。你说，到底是谁想陷害我们？建德。不管这通电话讲的是真的是假的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你还是派一个人到货仓检查一下比较好。喂，阿宝，我建德。啊，听着，有人跟我告密，说我们货仓里面藏有毒品。对，你找找看。哎，记者，他说在货箱表面有些记号的，你找找看。姑爷，大夫说了，马上就赶过来。好，老爷，啊，小姐，老爷。外公，外公，外公怎么了？董事长心脏病发作。外公，找大夫了没有？已经找了，电话已经打过了，说马上就来。外公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外公怎么会突然间心脏病发作呢？我也不晓得，他打完电话人就倒下了。外公，人好，我不在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好好照顾外公呢？外公，外公，进来。建德，我在货仓找到这包东西。毒品，到底是谁陷害我们？建德，我想，一定是那个冒牌调查员搞了鬼。建德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想办法把这包东西藏起来。藏在哪？罗锦斯。张国王有事吗？我们接到密报，有人检举你们勾结船主走私毒品。
这不可能，我们船厂不做这种事情。没有，没有。到底有没有？我们会查清楚。你的货仓在哪？马上带我们去。好，我带你去。这边，请。王姐，没事吧？事儿，你不用太难过。外公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该怎么办？不会，外公会好起来的。大夫，我外公他怎么样？他身体原本就不好。这次他心脏又受了非常大的刺激，这次我看恐怕不行了。大夫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外公，我求求你！我已经尽力了。什么？外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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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公。找到什么可疑的物品？没有，没有。报告，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物品。欧金斯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们大茂船厂不会这种事情发生，可能是误会他。算你走运，收队。收队。搜了老半天，什么都找不到，现在走了。啊，好险！要不是我把他们的毒品拿出来，这下可惨了。刚才那个警司瞪着我的时候，吓得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幸亏有你，要不是你够机灵的话，这次真的很惨。我说嘛，董小姐的演技啊，真好，应该去当电影明星了。阿宝，哎，你们谈，我先走了。要把毒品放哪里？啊，在这里。这包东西真是祸根，我要把它扔进大海里面，免得害我们的同胞。嗯。喝的很多了，不多啊，一醉解千愁啊。哎，不错了，段老爷子的死啊，对你跟大嫂来说的确是一大打击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怎么说呢？以前这个段老爷子在的时候，任豪兄，无论你在这个商场怎么样的翻云覆雨，到最后决定权还是操在他老人家手里头。说的难听一点，
你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棋子儿啊。可是如今不一样了，他过去了，这个段家再也不会有人来左右你的决定权了。所以说，这对你未来事业的发展不是有利吗？说的是有点道理。不过，段富贵这个老家伙死了以后，他的财产全部都在小梅的名下，我根本是个空心老官嘛。哎，这话就不对了，任浩兄，你是小梅的丈夫啊，他的钱不就等于是你的吗？也对啊，只要他一天是我的老婆，这财产一天就是我的。来，为段富贵的财产干一杯，来，进来。王老板，段富贵死的消息，你知道了吗？已经有人告诉我了。唉，我去灵堂拜祭过他，怎么知道潘元豪把我赶出来的？他家死了人，心情不好，你不用怪他。老板，我觉得最近你做事情总是提不起劲来的，为什么？会不会觉得人生充满了奇怪？半年之内，我最爱的两个女人相继去世了，现在段富贵也死了，冥冥之中好像上苍都做了安排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事情就这么发生了，也由不得你。老板，其实我也开始相信命运对我们的安排。我跟段富贵斗了20几年，我们谁也不服谁，谁也不愿意先竖起白旗。现在他退出了这场斗争，不是我赢他，而是他输给了阎罗王。是你赢了，你现在已经站在舞台之上，而段富贵他就已经倒下来了。就算我暂时赢了，我又能赢多久？不知道哪一天我也和段富贵一样，就这样默默地走了。金钱、权力、地位，我们用了很多辛辛苦苦斗争回来的东西，到头来还不是变成了一杯尘土。老板，其实人生根本就是无奈的。自从思佳去世了之后，我就厌倦了人生。现在段富贵死了，我更加看透了。到了我这种年纪，没有什么比心安理得都来得重要。争权斗胜，动刀动枪，是你们年轻人搞的事情。简单，我已经决定退休了。退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可以？现在郝家就剩我一个人了。
我能吃多少，我又能穿多少。有空我到寺庙里去烧烧香念念佛，这不是很写意吗？我留在商场上不是活受罪？老板，道盛银行和你的生意是你的江山来的，你这么辛苦，我希望你对退休的时间仔细的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已经决定了，道盛银行的生意这么多，当然不可能说结束就结束。我打算先把大茂的股权，那一半的股权，先把它处理掉，省得每天跟潘仁豪去斗气。简单，你帮我先放出风声，问问看，有没有人愿意来收买。卖掉大茂的股权？你怎么了？整个早上都不讲一句话。我根本就没有心情，你知道吗？老板打算把整个大茂卖掉了。哦。可是我根本找不到接手人，如果没有其他人接手的话，大茂的一半股权潘仁豪他一定会买下来，到时候大茂的员工可就惨了。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让潘仁豪接掌整个大茂的股权不是也很好吗？我看他对做生意蛮有一套的嘛。小玉，很多事情你是不了解的，潘仁豪跟潘仁杰他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。潘仁杰为人充满爱心，做每一件事情都为其他人着想，而潘仁豪的为人他要自私自利，内心只管狠字。只要大茂给他掌权的话，那些看不顺眼的人和一些为大茂卖命十几年的工人一定会被他吃掉。大茂对他来说只是他一半的生意，并不是一中事业。如果情况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要求郝老板不要把他的股权卖掉吗？我跟他说过了，但是老板不肯。没办法，智伯母跟思佳死了以后，郝老板整个人也崩溃了，还有万年聚会一样，他现在什么都不想跟人吵。也难怪，他都已经是五十几岁的老人了。我想到月阳，他可能有兴趣收购大茂。是谁呀？千纸。门没锁，请进。建德，佳怡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事先预约就登门拜访。哪儿的话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只要有空就来找我，你来了我会很开心的。说真的，今天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我有一份投资计划，想看看你有没有兴趣。哦，什么生意啊？大茂船厂。我对船厂可是一窍不通哦。不要紧，这份计划书我是留给你的，你可以慢慢看。我记得我听你说过，大茂船厂是郝盛跟潘仁豪两个人合伙的，而且业务经营也不错啊，为什么要卖呢？没错，大茂船厂要出售的是郝老板的50%的股权，另外一半是属于潘仁豪的，他一定不会卖。我相信，假有机会的话，
庞彦豪他一定把另外的50%股权也给吃掉。那也不错啊，这样整个的船厂权力统一，而且对公司以后的经营起来也是蛮有利的。没错，做生意立场来说是很好，可是对大茂的员工和刚好相反。假如潘安豪把大茂的控股权全部拿到手的话，那几百个工人一定会被辞掉。怎么说呢？譬如说他给大茂船厂给拆掉，拿来起房子。上海的房子已经是供不应求了，假如他可以盖多点的话，他可以一定赚更多的钱。对一个精明的商人来说，他会这么做的。没错，大茂的工人全靠大茂船厂来维持生活的。假如一下子把几百工人全部辞掉，他们每一个工人都是为大茂工作十几年的老工人，那么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不公平。假如潘安杰还在的话，这种事情一定不会发生。佳怡，我跟潘安杰是结拜兄弟，你是应该明白的，所以我也不想这种事情会发生。我明白你的心意，可是我对船厂真的是一点都不熟悉，能不能给我几天考虑考虑？没有问题。其实我这次到上海来最大的目的是要投资宝石工厂，而且呢我也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工厂，不过想要得到我产品销售代理权的人呢却争持不下，哎，弄得我头昏脑胀。建德，你是学法律的，头脑很精明，可不可以帮我出点点子？没有问题，假如可以帮到的我一定会帮你。现在争取最积极的想要这个代理权的人庞少安。彭少安，请进。打扰你。少安，我正在跟建德商量宝石代理权的问题。为什么要跟他谈这个问题？为什么不可以跟我谈？哎呀，你们两个怎么搞的？一见面就是吵啊！少安，你请坐，我们慢慢的谈。跟他没什么好谈的。佳怡，我也是事情要办的，我先走了。好吧。船长的事，希望你考虑一下。会的。我一定会仔细的来看看。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大茂船厂，他跟你谈大茂的事？是啊。建德说，大茂的船厂有一半的股份要让，问我有没有兴趣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郭建德要找钱子来支持大茂？是，是钱子他亲口告诉我的。哼，郭建德真是走投无路了，要找富婆来帮忙。那钱子肯吗？他说他会考虑。与其由他来接收，那不如由我来通知。刘浩兄，你是说你要向郝胜买他那一半股权，他会肯吗？天下没有行不通的事，我去找他谈谈去。进来。老爷，潘先生找你。哦，
郝先生，我今天来找你是跟你谈生意的。还记得思佳吗？她真是长得漂亮可爱，这么年轻就去世，实在可惜。我想你不会相信，我真的很怀念思佳。你有为他哭过吗？我不会让任何人看到我流眼泪。一个男人为他所爱的人流眼泪，难道就不是大丈夫了吗？潘仁浩，我告诉你，我哭过，我为思佳哭过很多次。你不是说要来跟我谈生意吗？是的。什么生意？我听说你要把大茂的50%股权让出来，我愿意接收过来。是建德告诉你的？不是。你很有办法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不愧是个机敏的生意人。郝先生，你开个价钱，如果价钱合理的话，我们立刻成交。你们年轻人就是容易冲突，我这么大的生意，怎么可以一句话就给成交呢？再说，我也不可能把我的产业像垃圾一样随便就丢掉了。那你需要多长时间呢？我不知道，等我考虑好了，我会打电话给你。我等你的电话，我告辞。不送。段老爷死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是啊，任豪他都没有提过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亲家，任豪怎么能连一张白帖子都不送过来呢？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。哎，小梅一定很伤心。对，翠芬，假如你有时间的话，抽点时间出来多陪陪他。嗯，好。我带小杰去找他。我看崔小姐蛮喜欢小杰的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对呀，她跟我说过她喜欢小杰，还说她很可爱。建德，你去看小梅有没有看见任豪啊？看到。那他完全都没有提到我，也没提到翠芬跟小杰。任豪这孩子从小他就想爬上枝头当凤凰，现在可好了，有钱了，
连我们这个老窝他都给忘了。妈，任豪事业这么忙，他可能因为忙着事情，所以忘记了。事情再忙，工作再多，也不能忘本啊。建德的工作就不忙了吗？你看他三天两头的来看我。任豪呢？自从他结婚以后，根本就忘了还有这个家了。人不回来，钱也不拿回来，连亲家的丧事他也不通知一声，你说这还像话吗？我已经失去了一个人杰了，看情形我又要失去一个人豪了。干妈，你还有建德吗？建德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。你这个干妈，我就认定你是我的母亲了。建德，齐仁豪他也太过分，他根本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自己有个这么好的家偏偏不回来。而我一个没有家人，每年春节只要回孤儿院跟玛利亚修女一起度过这个节日。玛利亚修女，她是我们孤儿院的院长。孤儿院，孤儿院叫什么名字？圣光孤儿院。圣光，这么巧。半生来去风，是什么样的巧合呢？建德的身世就要揭开了，他到底是不是前指日夜所盼望的儿子呢？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风云时代。相约寒夜里，梦也遥远，今生的誓言来生再现，心中的血徘徊在冷热边缘，我也无怨，恨也无怨。谁叫浮生本是如梦人间，回首暮色风中月，看是你繁华落成沧桑满就不堪回首，梦一场尽浮沉。